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，好久不见啊，最近还是比较忙。又到了这个 Ludum Dare 游戏制作比赛的这个结果公布的时间了，这是第32届，主题呢是非常规武器。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单人48小时组的这些游戏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不要从太低的地方来看了吧。啊，我们从31名，哎，因为它有两个主题啊。创意和主题贴合上面，哎，都获得了金奖。我们姑且来看一下。好的，点击开始。哎，居然还要用麦克风。OK，让我吹口哨，吹最低的口哨。但是迷之声不会吹口哨。啊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不。不会吹口哨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呜呜和一一一下啊。好，呜一，好像不太好。呜一一，哆来咪发嗦啦西哆来咪发嗦，这个游戏没法玩了。是的，会吹口哨的，大家去试试看吧。迷之声因为实在不会吹口哨，只能这没出来。是的，看我一击必杀，杀了你。是的，会吹口哨，大家去玩一下吧。这个游戏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好的，这个呢叫做 Love，它是什么的缩写呢？啊，轻型的导向型载具，关于这个同情啊、感同身受这样一种情感的，用方向键来移动。是的，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了。所以说是全屏啊，但我们窗口还是很小。啊，这里就不小了。我们是一个，刚刚听到了什么声音？有什么激光之类的东西吗？下方显示了四个框啊，应该是四种能力吧。这个是终极点，我们反正会死的，就不特意死。好，这边获得了一个啊不。卡住了，按 R。第一个能力，爱的第一个能力，按空格键可以亲吻或躲避子弹。这是何等凶残的亲吻啊！空中也只能有一次，可以当成一个啊跳远的方式来。我们这是一辆爱的机器啊！终极点好帅！一吻定情。OK，它之前右下角好像显示这个，哎，是的，最低的当前。啊，最低的死亡次数是99次，也就是默认数量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别这样，我心脏不好。来吧，来吧，我怎么感觉？是的，他这个节奏不对呀。
OK， 我要等他来的第一下。是的，这啊，他是踩在这个开关上。原来如此，刚刚都没注意。地图还是挺小的。OK， 终极点。前方应该有新的能力吧？哎，没跳上去啊？对，哎，又是的。我要站，我老是站在这边，我要跳在哎跳在这里一点就没问题了。OK。这边有点难了。什么？我是会死的吗？我没有办法吻到他。我还以为可以吻到他们呢，看来是不行。啊，可以的。OK， 就让我来解救你们吧。好，先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呢？这里我们目前还不能，也不能打开。是的，被拯救过之后，他们就永远被拯救。有点想去这左边那个屏幕啊，把他们那个移一下。但是我死了之后就那个了，好吧，那就算了。本来想会不会有什么剧情的，看来是不会。这就是爱的力量。地图还挺大啊。获得了一个新的能力，爱的第二个力量，可以反弹子弹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有办法走这边了。是这里。还是说，我纯粹直接撞到就可以了？不是呀，还是必须要这个呀。还是有什么按键吗？OK， 啊，原来如此，要在吻的过程中才行。OK， 然后我们中途要注意不能死，死了的话就万事皆休。说什么来的，真是。OK， 这边的关键是不能死。他永远都是原路返回的，所以直接稳重就可以了。还是说之前走错路了，应该怎么样？但我们这边又获得了第三个能力。好，直接可以毁掉这个了。上面好像有一条路的，没注意。但是这个游戏目前还不知道它要干什么。令人有点迷茫。
是的，这样一来我不就直接可以过来了，倒是把这扇门打开了。哎呀，我死了。你可以弹在他们的头上。OK， 我也在这边存个档吧。感觉这游戏还是有挺多秘密的啊。好意思吗你？爱的最终力量，展示你的爱吧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展示我的爱吧？我向谁展示爱？我知道他们缺少爱，但他们人呢？好像并不是什么新能力，纯粹就是告诉我们，哎，你可以展示爱了，给他一点爱吧。说你爱他。我只要直接这样，哎，原来如此，我要小心不要在那个，把爱拼出来。是的，我直接拼出了一个 LV。我根本就不用自己攻击，只要两个爱，他就流着口水。这就是爱的力量。你赢了，有了爱的力量啊，赢了，你用爱的力量赢了。9分47秒，死了9次。好的，啊 ，OK， 下一款游戏。好的，这个呢叫做 Blink Gun。瞬移枪，这个是介绍，按D往右，按上可以跳。哎，我们眼睛是不会动的，我们自己是可以滚的。按 A 是左，没有 S。我们啊，前方有把枪，我们现在还没拿到枪。哎 ，no， 竟然有一次可以登墙跳的机会。现在你有了这个厉害的武器啊！啊，按任意地方都可以进入开火模式，比如说按这个。于是我们就瞬移了。啊，只有视线可及范围内。才可以，是的，这个视线不可及啊。我们跳起来之后啊，它还会安心的显示有哪些地方可以用。嗯，再也不说话了。现在哦，还没有两段跳，没有登墙跳。OK， 这纯粹就是一个瞬移嘛。把这个弄进来，然后怎么样呢？还是要我一路跳过去呢？啊啊，是这样，这是个开关啊。OK， 是的，但是首先我们是的，把它这样弄进去之后呢？我们因为交换之后呢，它还是，哎呀，这个已经在下落途中了，还是延续我们现在的这个动量啊。那么首先把这个弄过来，
然后我们再一次起跳啊，不，我们直接跳上去不就行了吗？真是的。哎 ，no！ 刚才还在想要用什么动量什么之类的呢，没这么复杂，纯粹就是这边跳上去之后呢，把它推到右边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跳到这里来，然后再换一下，直接从这里过来就可以了。要不要把这个给弄过来呢？还是要吧。是的。哦，我们可以这样，对。哎，忘了，不应该是这样。嗯，要不要直接把这个推到这里来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它甩上去呢？感觉应该是这样，也有可能是在这里怎么样之类的。啊，这里可以啊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想得太复杂了，直接这样也是可以的。是的，这个纯粹就是给你看一下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而已，创意还不错啊。OK， 这个叫 Alien Headband， 外星人头撞、头敲桌之类的。啊？啥？哦，我捏住他的头，然后就砰。是的，是这样一个游戏。OK， 我要先瞄准，然后按，只是如此而已嘛。只是如此而已的话，我们这个五秒钟就可以结束了。好，速度开始变快了，速度加快了。我应该也需要这个逃避。哎呦呦，是的，是这样一个计分的游戏。OK， 好，这个叫 Dupe， 非常规职业间谍行动部门 WSD， 捡起三个公文包，找到箱子，完成任务。好。巴克特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枪呢？克莱普特特工，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公文包里的东西吗？是个蛋糕啊。你会发现这个蛋糕好吃的死人呐。我今晚要做五个任务啊。你不是很强吗？噎死吧你！可恶！按空格，可以放。啊，可以放一个蛋糕，真的蛋糕好好吃啊！右上角还有时间。为什么？这饼有毒。哎，还可以捡起来。来认爹呀！是的 ，Come to Papa。很常见的一句话。这蛋糕，是的，我们要我死了，我被杀，我们还要逃出去。OK， 是的，我迷之声以为安全了，不是的，要等他们啊呜啊呜啊呜吃完之后我们才安全。那是蛋糕吗？OK， 血流五步啊！哎呀呀，这是第一关，时间还挺长。
这个游戏做得不好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躲在墙壁后我们肯定也能躲掉。不行，是的，还是要放在他们路线上面，因为一旦他们虽然可以让他们跟着，哦，不对，数量有限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了。这里是死路。公文包都没找到。是在右上角还是左边？再见。我不后悔，有蛋糕陪我。左上角有没有？有的。这个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。OK。是的，最后的出口在这里。OK。OK， 知道了这个，那我们就 OK 了。好的，不过接下来也就看看结局了吧。好的，第五关，嘿嘿。第五关。哎呦，这边这个可真难走了。这边这个必须要弄一下比较好，也可以啊，但是还是，总之是尽量少用。他们的守备范围都比较广，迷之人现在纯粹只是为了看结局而在打这个游戏了。哇，出 bug 了，这样我就过不过去了。啊，他刚刚卡住了，因为蛋糕还在于这个不确定的状态。哇，下面这个必须要那个了吧。不用蛋糕我过不过去啊，我感觉。是的，这个有点难。我们先从右边走吧。是的，这里是难点。什么？能让他两个人一起死吗？好高，真是快好高。古有二桃杀三士，今有一高杀两恐怖分子。啥鬼？没记错的话，我从左边走比较好。